天牛有毒吗？天牛有毒，其毒性存在于它的唾液中，因此被天牛咬伤之后，要立刻把伤口内的毒液挤出，然后用肥皂水清洗伤口，如果情况严重，还需要尽快赶往医院就医。此外，天牛为多是亚目天牛科昆虫的统称。天牛形态特征：天牛的幼虫呈淡黄色或白色，成虫体为长圆筒形，能够钻入到树内生活两年以上，而且天牛常有翅膀，善于在天空中飞行。此外，天牛具有咀嚼式的口气，触角长度是身体的长度的2到3倍。天牛生活习性：天牛多以幼虫或成虫的形态在树干内越冬，成虫的寿命较短，一般在10天至2个月之间。此外，天牛属于植食性昆虫，常以木本植物、蔬果等为食物，对农林植物的危害巨大。